见到蔡总统大声尖叫，超级惊喜，还不忘来一张自拍照。小英去哪里？这一站来到雅虎奇摩办公室，一开头就先来小试身手。把飞镖射出去，但距离红星还有段距离，就连蔡总统自己都忍不住哈哈大笑。但这一趟当然不忘要体验新科技。他讲他的，我讲我的，直接加入主持团队介绍汽车，蔡总统也认真的对脚本。摄影棚内还跟着一起对着镜头弯下腰来，超级融入。毕竟从小蔡总统就很爱车。蔡总统，你跟出去。修车厂长大，真的还假的？我爸爸是修车师傅，我们家是修车厂。我第一次听过传统的这样讲，跟车子一起长大。一讲完，主持人都吓一大跳，而玩起新科技，蔡总统也立刻变成好奇宝宝，东看西看。而暌违十年再次踏进雅虎奇摩，蔡总统当然也要跟员工好好挂干净。蔡总统，今年有减税吗？有。谢谢长官。所有人都对税改政策比出大拇指，也让蔡总统笑得好得意。面对党内初选竞争，依旧一步一脚印，让支持者看到不一样的蔡总统。三立的嘉伟采访台北报道。